好的，有请 M 波 M， 有请。哦Just for you， 你却掉头就走了，遇到了人的结束，一直以来很多话来不及说，活得根本没机会说。It's no more day，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don't be sad， don't be stupid， come on。我知道我是可以完全摆脱所有的黑影，我知道我很傻。You know I love you， you know I need you， you know everything。我甚至流很多，想到这里没等我，人生看爱情在坠落。谢谢哇，真的，我到那边去看帅哥好不好？来来来，是你拿了我话筒是吗？是，看我直接把话筒就丢给我了。告诉你啊，作为歌手不要把话筒随便给别人哦，啊，这样子抢饭碗哦。谢谢你。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简单来做一个小小的专访好不好？对对对，他们好客气，刚刚一进门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动作很有礼貌。对，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礼貌的动作？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很简单的，就一个行李，就是随时都可以保持这样子。哦，那来跟我们同学一起来一个好不好？要不要？来，三二一，一二三，哇哦！我觉得他们的礼节非常有爱。
如果你来试一下，你来试一下，我来试一下，对对，鞠个躬给大家看，来一二三，对，别人鞠躬会有一种很有爱，彬彬有礼，彬彬有礼的感觉，但我觉得普通人。像我们这种一鞠躬就会感觉人家不会觉得在鞠躬，觉得在练腰，感觉是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就广场舞的感觉啊。对，那其实我们的 M4M 可以说很厉害，因为是今年新成立的一个组合，是不是？对，所以就有这么多粉丝，所以我觉得很欣喜耶。你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每个人分别自我介绍的好不好？对，从你开始。好，大家好，我是 M4M 的队长Jimmy，我来自香港，同时也是队里面的副组长。你的家乡话，你是香港人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大家好，大家好，我来自香港的金敏。金敏你知道吗？你旁边那个主持人小军他也是广东人，广州啊，但是我的普通话就是有一点乡村非主流的感觉。你来一点点看看，大家好，我还是广关统哦，这就有点不标准，比起香港。来，我们接下来下面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 M4M 的雨生，那我是舞蹈担当。哦。哎，来，接下来去。好，大家好，我是 M4M 的艾伦方一伦，我是主唱，谢谢大家。哇，尖叫啊，主唱，所以主唱嘛，声音就很妙。美女，你是脚被踩了吧你？做成这样，我问问你啊，我看你要跟你互动。激动哎，给他一个机会吧，就是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想说，你不要这个机会，很多人要哦，谁想说，在我们的 M4M 谁想说，有没有话想说，有什么想要说的，给你一个机会哦，没有的话那我来说吧，给你一个机会，来这位美女来了，你说你什么话来想说，万语千言汇成一句话，加油加油 OK， 谢谢谢谢，我们这里没有油，我们这里只有盐，都非常的腼腆啊。对对对，都很害羞，你知道吗？帅哥就是美女看到帅哥的时候呢，都是很害羞的。对，那么接下来这一位也是非常害羞，我觉得在台上非常的腼腆哈。对，跟大家说一说。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苏州的冰冰，然后我是 M4M 的 rapper。哇！你看他笑得好开心啊，笑得花一样的冰冰，非常的文质彬彬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所以哎，四位其实也会有过这个大学校园生活，有没有特别的感触？对大学校园，大学的话，这我想就是跟同学一起去翘课，一起逃课，就一起逃课，对，就可能就到这附近吃饭，这样就不回去，所以才会有首都我们这个经贸大学那个老师说。好好学习才能上大学是吗？不行，不好好学习的。大家不要学，没有不要学的。已经学了，已经改正。那其实呢，我也是会非常专心听课的。啊，就逃课是为了有更多的精力来专心听课是吧？你的意思是？好，开玩笑，来下面一位。我觉得上大学其实压力还蛮大的，因为那个功课啊，还有什么。对，那个怎么讲？论文，对，论文比较压力会非常非常大，然后要约一起朋友呢、同学啊出去玩，才能这样舒服解决压力的东西。哦，就等于说你觉得大学生活压力非常大，因为要写论文，所以就是你经常要跟大家出去玩，是为了读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写好论文。对，其实你不知道现在有个东西叫上网嘛，我们的论文都是 copy 的粘贴的，有没有？但是你知道有老师很厉害，老师都会上网，直接把你们的论文往那一复制，百度一下，一看，查关键词相同词是吧？对呀、老师也很厉害哦。所以的话，来，我们两位主唱你的这样一个大学特别的，我大学生活，对，没有。是你有上过大学吗？他是小学毕业的。我现在是大二哈。对，你是大，对对对，那我是没上过了，但是就高中的时候就追求那种，就自己梦想。校园的生活，就是印象中的校园生活是怎样？就也不能算印象，因为我在韩国有就上过一年的那个上过一年的那个语学院，就可能是稍微体验了一下，然后就觉得其实还挺幸福的，感觉能交到很多朋友，对。就其实很多人说。校园的生活是非常轻松无忧无虑的，等到了毕业之后才会回想起来，觉得校园生活真的那时候是非常的单纯，对不对？对对。最后我们这位的话，我觉得你好小哎，你上过大学吗？
是，其实我看起来像像幼儿园的，看起来像在上初中哎，是在上初中，和我们两位主持一样。开玩笑。其实我印象中的校园生活，印象中的校园生活，我觉得会是有单纯的，然后重点是很热血，热血对一种青春的一种热血。想到热血，我就想到热场，场对操场，对对对，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个地方当操场，这么大的操场，我们来点热血一点的好不好？我数三二一，好吧，三二一，非常的热哈。那山上的人特冷静，我觉得是不是山上的凉快呀？山顶嘛，要注意安全是吧？你看我们和谐的节目还是需要注意一点。对，今天我们这边有校园歌手来比赛，哎，你们有没有一些，因为是前辈嘛，有没有一些要祝愿的话对他们说呢？祝愿的话是祝让我考虑一下。祝愿的话，那就希望他们能得到一个好的成绩吧。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之前肯定有过自己有练习嘛，但来到台上就其实可以不用想那么多。如果相对于唱功之类的，我感觉别人更加比不上你，对别人更加会想要看。对什么？说对什么？对什么？我没听清楚刚才。比不上你，我太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了。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我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就是淡定就好。啊，好吧，啊，好吧，好吧。那其实我觉得明日之星啊，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才能培养成为明日之星呢？就自己觉得怎样去培养？我觉得首先兴趣很重要，兴趣就首先对，就想再往哪一个方面也好，就如果是就有兴趣的，想在未来在这方面有想发光发亮的感觉，那就鼓励嘛。你知道吗？其实我兴趣就是做主持人，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呢，我想考这个对外经。我们这个首都经贸大学，你们觉得我能考上吗？那个老师，今天我问路的老师，一看到我就是说你不是个好学生，你看我都考不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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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好，那么接下来他们还有精彩的节目要献给大家，对不对？对，好，接下来呢是一首很动听的歌曲，叫《绝对完美》，对不对？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欣赏这首歌曲《绝对完美》。好，舞台交给他们。完美的沦陷 Yo, 你改变了我的世界 Baby, can I let you go? 爱你是绝对绝对的完美完美的 Baby, can I let you go? 爱你是绝对绝对的、绝对的完美该怎么测量爱情刻度用多少深度不共擦肩的光度用多少宽度搭配不足能让你给我专注相处的是不舒服我的嫉妒爱过的太腻笑了让人觉得苦不能只是跳华丽的舞把你存在我品味之处爱的精准度爱无孔不入你做的真心命中你的幸福命中我的绝对完美你左右着我心跳的节奏让每一次的跳跃都能恰到好处你撞击着我快乐的响度这想就足够让我想到天翻地覆无法复制描绘你的笔触无法抗拒鲜艳你的彩度你是我的 Bingo 祝你无辜的足无与伦比的诠释把世界彻底颠覆爱的精准度爱无孔不入你做的真心命中你的幸福命中我的绝对完美每一刻的拥抱每一刻都满足融化你悲愤的无助融化你皮肤每张孤独 You 完美征服之火 You 征服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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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投入完美演出
完美，我和你的每一刻。You 完美，这不寂寞。You 征服我 ，No 完美走路，完美演出。完美，我和你的每一步。谢谢，非常感谢。